由郭书瑶、孟耿如、陈羽锡、黄维婷四美和佑胜、吉利郭毅所主演的偶像剧，近日举办了粉丝见面会，和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粉丝一起同乐。大哥们，就麻烦你们来，我们先往正中间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剧收视还不错，大家心情显得特别好。李国毅还开了一下荧光幕前好久不见的温升豪的玩笑。先跟大家说 hello， 温升豪来。温升豪，温升豪没有来。哦，温升豪，你们董经理、董事长嘛，对不对？温升豪，温升豪没有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GO 李国毅。好，准备了哦，阿婶帮我计时。好，一分钟之内哦，我们要打流程啊。对啦。朋友来帮我们加油打气，恭喜他幸运得奖。郭书豪当年以一支电玩广告秀尽傲人身材，正式转战演艺圈和电影圈，并且荣获最佳新人奖的他，风奈依旧。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要裸泳，你会解放到什么尺度啊？裸泳，如果他们都裸泳的话，那我加入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